那那那非得要、啊、工作的那么勤奋，呃，总是每天啊，像那个火炉啊、火桶一样的，很旺，就烧得很旺。开<对>、那个、最大马、啊、到最后的话，嗯、可能把自己的寿命啊都弄得很短、啊。呃，所以我就是看到，比如说像香港啊，可能也是很多的，嗯、特别内地人觉得香港现在啊这么下沉，什么增长也比较难了、啊，然后这个也贵，那个也贵，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那个收入啊，这个增长前景。 但是像香港的人均寿命啊，现在是世界最高的地方对。对对，你说港，那一点不好。香港人怎么这么能活呢？我作为香港人，必须在这里那个发表意见。<laughs> 香港的平呃，当然是个人感觉哈，我们没做调查。呃，寿命那么高，是因为那个维持生命的技术太好了。 对不对？<laughs> 你死不了啊，基本上让你死不了啊。呃，基本上公立医院你大概 OK，可以维持你的生命。那还是经济学家来提振一下,一下，想为什么越活越年轻？嗯、他欲望强，嗯，您觉得这个很重要吗？这很重要。然当然，但是欲望可以是多种多方面的、啊、多维度的。 不只是物质的，也不只是工作的。但是您一定听说过，就最近这两年呢、啊，这个这个聊的很多的，日本有一本著作叫做《低欲望社会》，嗯，就是他就是从这个消费经济这个现象啊，就说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人叫做这个低欲啊，我吃碗拉面就行了，生活叫最简单，我不要车啊，看见什么法拉利看都不看一眼。嗯 呃，我住最小的房子，嗯，然后我满足于，甚至于到了哪种程度，我是个科员啊，我一点也不想当科长，就日本会有那样提拔你当经理啊，嗯、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这样挺好。但是、嗯、那个主任啊，经理要负很大的责任呐、啊，我我不想这样。嗯，那您说像这种是不是会导致经济萎缩呢？你就像我自己可以说，嗯、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啊，我对赚钱有兴趣，但是呢，不是那么大。 啊，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，呃，我赚的钱到底是我自己花还是给我太太和小孩花？哈，其实我自己也没想清楚，因为对于这个物质花费的一些方面，欲望还是比较低的。他们会替你想清楚，啊、<laughs> 他们知道我想清楚。不用 <laughs> 但是呢，<laughs> 但是我能花的钱，<laughs> 不管是买衣服啊、吃饭啊、呃、车等等，我真的没那么大的兴趣。 我我的我的我想要说的一点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按照通常的这个这个俗的那个标准去看的话，去判断的话，就陈志武这个人是低语的人，嗯哼，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。我的那个追求，当然我现在最感兴趣的，比如说用量化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的问题，然后呢，要让更多的年轻的学者都加入我们这个行列来，这个是我。 最让我最刺激、最兴奋的地方，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你实际上，你欲望欲望在别处，是吧？别处挺强，就是因为日本这个情况很特别，我觉得，呃，在发达国家之间，当然也有些部分北欧欧欧陆的国家也会有这个情况，美国现在也开始，有，但日本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？就它一方面，人我们知道，它过去八十年代、七八十年代的时候，它就有点东京，就有点像现在的北京、上海。 嗯、就是满大街的那个 OL 办公室白小白领女生都在背名牌包，对整个社会追逐名牌，乃至于当年你在亚洲要买这些所谓的欧陆名牌，那最好的地方就是日本。那到了今天呢，东京仍然可能是全世界你消费来讲，你要买东西的话，它是最多选择的地方。可是另一方面呢，它同时社会上出现很多人，而且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时尚潮流，我觉得这个最独独特。 我们知道所有的那种潮流媒体、时尚杂志，都在每天每一期、每个月给你提供的是各种消费讯息。对，你要买什么衣服好，你家里面要添个什么，你会更幸福。但是日本的现在这些时尚杂志，它会鼓吹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这几年都听说过的断舍离，不是有一个女孩子现在红到美国去了，她那本书在美国的亚马逊排行榜都在前十名内，专门教人丢东西。 <laughs> 对不对？专门教人怎么样清理家、整理术嘛，对不对？对,对对。把你家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，不连过去跟同学拍的老照片、男女朋友写的信，全都丢掉。然后呢，剩下最少的东西。那么，当你剩下的东西这么少，你觉得我的生活好轻松、好简单。那么，再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他就告诉你，你现在买东西的欲望就会减少了，你会活得更幸福。然后又有一些人呢，是怎么样呢？我见过一个过去。 九十年代的日本的一个潮流教主啊，就是那种达人啊，专教人买衣服、买什么牌子好的人。现在变成什么状态？他写书出来说他的生活，他只剩下七件衬衫，一个礼拜一天穿一件，然后穿了四五年了。然后跟着整个家，他他过去给人拍他的家，因为他潮流教主嘛、啊，满家都是东西，然后也是美轮美奂，很有品味。 现在他公开他家的照片，那是家徒四壁啊，就真的像无印良品那种了，<对>你知道吧？就是整个家是白的，<laughs> 白墙、白桌子。那现在他们追求这个，这个变成潮流。那于是很多人就说，日本这个社会啊，之所以近几年一直在提倡说要靠内需带动经济，一直带动不起来，一直有问题。你觉得这个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吗？啊、嗯，当然有一一定程度上有一点关系啊，但是总体来说。 我倒是觉得日本社会总体上呢是太单调了，它整个文化过于保守，对于个人的那个呃个人主义的追求，呃这个境界还还不到位的啊。呃嗯、因为其实你说美国从那个收入水平啊，还有其他的物质供给方方面面，也完全可以让他们变成所谓的低于社会。嗯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不到美国社会、嗯。嗯 真的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干劲，嗯、然后那个欲望那么低，不是这样子。嗯、关键在于就是说，他整个社会鼓励的是你每一个人，你就是你，你有你的个性，你有你个人的权利，有你个人的这个追求，嗯、不要去什么都跟风啊、呃！你实际上你要太跟风的话，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啊、呃，没有你的。 没有你存在的价值可、嗯嗯、是收回话，收回头啊，断舍离那些哈潮流教主。我听到一些年轻人的说法是说，那你也总得先有才能断啊，<laughs> 才能才能离啊。就像偶尔我也这样跟我老婆说，她经常说：家辉，你开什么跑车啊？周润发都坐大地铁、炸公车，不的。我说是啊，问题是周润发知道他不坐公车的时候。 他坐私人飞机也可以，而且他曾经拥有什么 r o s e r o y c e 这个那个哈，嗯、你知道他，你有选择。当你一个社会有选择，或者说你有信心哈，你有选择的时候，我觉得断舍离可能说的比较容易哈。嗯、今天丢掉，我要买。他已经到了一个富裕社会了，我可以买。你说的还真是，但是呢，我前两天呢看了一篇文章。 这人是中国的一个留学生，哎，我觉得我看了他的，我才明白到日本不是一直这样的，嗯、是不是有点繁华落尽，嗯、归于平淡？就是因为他讲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留学去日本的，嗯嗯、他说那个时候我看到啊，就是那个垃圾啊，就所有人家门前那个垃圾啊，都是八成新的冰箱，嗯嗯、那就是八成新的冰箱就被扔掉了。嗯、然后他说，呃，到别人家里做客。 那个东西多到啊，他说你坐在榻榻米上都要担心怕碰到了他家里的什么录音机、摄像机、电视机什么机，全是那么多的东西。然后他说，但是呢，我亲眼看到了这么多年，他是觉得日本现在这样也挺好。他说，你看我现在再去日本呢，我突然发现街上变得非常减速了，也没有说什么到处丢弃的这种半成新的电视机啊、冰箱啊，甚至垃圾桶。 都变少了，就像说的，哎，这儿倡导的是无印良品，就说最简单的，没有颜色的，没有花样的这个，它形成了一种美学，哎，就整个社会觉得啊，不要买多余的东西，嗯，哎，他就觉得这样，呃，其实他倒觉得挺好。但是您说陈教授，这要从你们经济学家的角度上来看，这样的社会，这个这个经济算没活力呢，有活力呢，还是人民生活幸福吗？ 我觉得还是这样的社会有活力，也是只要他们自己幸福就可以。其实，呃，尤其是我知道在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的追求的是啊、呃、GDP 快速的增长，总要在增长，嗯、要百分之十、百分之八，嗯、至少要百分之七。 嗯，其实我是觉得，呃，当然，因为中国原来是那么久那么多世纪啊，嗯、温饱都没解决，嗯、物质总是短缺的，嗯、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做更多，啊、呃，要有更多的东西，更多的钱，家里面什么东西都装得满满的哈、嗯，呃，其实这个到最后啊、呃，到当当收入和物质供给啊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，呃，还是每个人个人。 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嗯、所以我就觉得，按照呃中国的习惯来看的话，好像你没有增长。像日本这样的社会，不只是低欲望，嗯、而是非常的消沉，嗯、没有出息了啊。然后欧洲也是这样子啊，嗯、你看看欧洲的。 OK, 西欧的西欧的 GDP 增长速度一个两个百分点，啊、那算什么？其实我想一想，不叫增长，啊、中对、啊、对啊，按照<想>中国的标准是不叫增长的哈、嗯啊。所以很多的国内的这个经济学家就总说啊，你们啊，英国、你们法国人、啊、德国人啊，怎么那么没有追求、没有欲望嘛？回、啊、了。啊、其实我是觉得他们生活的很好，那、嗯啊、已经这么好了以后。 那那那非得要、啊、工作的那么勤奋，呃，总是每天啊，像那个火炉啊、火桶一样的，烧得很旺，那烧得很旺。<对>那个、大嘛、啊、到最后的话，嗯、可能把自己的寿命啊都弄得很短、啊，呃，所以我就是看到，比如说像香港啊，可能也是很多的，嗯、特别内地人觉得香港现在啊这么下沉，什么增长也比较难了、啊，然后这个也贵，那个也贵，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收入啊，这、那个增长前景。 但是像香港的人均寿命啊，现在是世界最高的地方对。对对，<以>你说香港啊，那一点不好。香港人怎么这么能活呢？我作为香港人，必须在这里那个发表意见。<laughs> 香港呢，平呃，当然是个人感觉哈，我们没做调查。呃，生命那么高，是因为那个维持生命的技术太好了，<laughs> 对不对？你死不了啊，基本上让你死不了啊。呃，基本上公立医院，你大概 OK，可以维持你的生命。 那还是经济学家来提振一下香港。哎，你你就您又怎么解释？您比如说，如果说啊这样一种生活也不错的话，但是过去咱们讲百业萧条是不是个不幸的事儿？你比如说，比如我在台湾就看到旅游业的人就不干了，说不让大陆游客来了，那我们这吃什么喝什么，就是经济不行了，失业率也高了。香港好像也是整天抱怨这经济没活力。 呃呃，包括你看日本社会，他们说这个所谓安倍经济学嘛，提出都好几年了，嗯，嗯似乎也没有见到。哎，难道有有好转一点、呃？所以我说您这不像经济学家。<对>难道说经济学家不是觉得往上往上要牛吗？难道要熊市才好吗？对对，我我我我说的是可以往上啊，但是呢，这个靠什么往上？这个内容啊要发，结构啊要发生变化的。实际上，中国人原来因为。 那个物质短缺啊是一个常态，所以总是要那个百业要兴旺了因为你要不兴旺，那物质本来就少，<对>那那那那个不兴旺，那不是更加没有了吗？人怎么活是吧？嗯、呃，但是到后来到了二十世纪，你像现在每年那个中国，不要说啊网、呃、线下的啊线上的，嗯、那个新的小说啊、呃、几十万，可能几百万。 几千万的，而且类别也非常多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不仅仅我们那个 GDP 比原来大多了，但是实际上，就文化消费的这个组合，嗯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啊、嗯，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节目，是吧？对，像原来的话是是没有这些消费的内容的，是、啊、是、啊嗯、所以,所以是文化节目哎的消费，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把那、这个，我们应该要把。 呃，这个欲望的这个定义的范围啊，嗯、要拓展很多。否则的话，因为毕竟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这个基于生理生物的这个现实，嗯、我们每天就三顿饭了、啊、哈。你吸收的这个吃的东西啊，不要超过三千卡路里的热量。嗯 超过三千卡路里你就会长胖的，嗯、那这个你就是这么瘦下来的、哦嗯、对吧？嗯、三千卡路里热量的上限，一天三顿饭。你比如说李嘉诚啊，他是曾经是华人首富，现在马化腾是华人首富啊。你说他有几两三千万啊？不，两三千亿的个人资产以后，你说他一一天吃多少顿饭呢？ 也是三顿饭了，那那您说，我有钱了，想想有个游艇，这是过分吗？啊，这不过分。呃，那比如说，这好的，刺激人往这方面追求，对，是好还是不好？啊，这是好，这是好，但是实间不够就是说我我我我可能会觉得奇怪，那个那个你要自己要花很多的精力啊，去找人去帮你把游艇去维护啊等等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去租一个游艇。 那不是更经济学家会算账。但但是这个东西，如果有人他非得他买了游艇，买了私人的飞机，让他觉得哇，今天很满足，又更满足了，又更有有刺激的地方，有兴奋的地方，那也也蛮好的。我我有个这个富豪朋友，现在就是把他这个私人飞机气死了，他就说。 通过这个私人飞机，我买了，我想飞的时候都飞不了，因为你都是事先申请航线。<laughs> 是，我不想飞的时候，他老打电话来，哎，你是不是不要飞一趟？他花那么多钱，嗯、他现在甚至觉得，呃，不如把我们几个有私人飞机的合组一个公司。嗯、现在是有对，平常就就就就出租了，或者还是怎么样？是，现在有专门的公司专门干这件事儿。但是我想说，回头啊，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低欲望，它其实不只是日本的一个现象，欧洲也越来越越明显。 在我在丹麦的时候，就看到车街上的车啊，有些人开奔驰，他那个奔驰跟别的地方的奔驰或者一些名牌车，反正这种名牌车不管什么牌子也好，它前头那个车顶的那个呃车头盖上不都有个标吗？那个标有的是立起来的吗？不是特别酷吗？就你觉得一撞就那个东西就把你撞死的那种标，他很多把那个给拆了。我就一开始是以为他们撞得太猛，老把那个那个标给撞了。<laughs> 后来我发现他们是故意把它拔了，就买了一个好车、名牌车回来，把那个标拔了。他觉得太炫耀了。他觉得太炫耀，嗯、他觉得太张扬，那变成一个习惯，就这你就,就觉得很奇怪。那你买这个车干嘛？他说我买这个车不是为了让人看我这个车是名牌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开起来挺好。可是，假如那个车哈、嗯、普遍的话，不应该不存在这种心理。 说起了奔驰，我每次去德国、去欧洲，我心里特不平衡。开出租车都是嘛？对啊，嗯、我们在香港传了一笔钱买，<laughs> 在欧洲的出租车都是。别说德国，嗯、我刚来到我们是大深圳，嗯、我在我们这摄影棚门口看到一辆车，跟我太太。 呃，奔驰，然后旁边写着一个呃牌子，挂着一个牌，写着买菜用。<laughs> 原<来>啊、我们说，啊我对，我说我在看深圳都有钱，买 <laughs> 菜用的，你, <laughs> 你出去看看，我不晓得为为什么哪个大户人家几辆车，<laughs> 指名叫买菜用而已，啊，那不是买菜用什么？对，就是就说，所以他们那种低欲望啊，或者说节制欲望，现在而且还得到一。 种呃很深的一种伦理证据的支持，伦理论证的支持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消费过度是一个呃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的，呃，比如说现在我听到他们很多人有这种批评，第一，那先不用讲环境问题，比如说垃圾过多，那么这是一个环境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去看常常被消费过度过或者过度买的太多的东西，是一些被廉价的东西。 所以现在你知道很多人，比如说以前大家现在都会流行买那种呃叫快闪时装嘛，嗯，就是快时装嘛，或者说是那种呃很廉价的、不断的每个月出新款的那种牌子，现在被很多人唾弃，是因为认为它很便宜，但是那个便宜背后的环境代价跟社会成本太高，那所以他们要抵制这个东西，他们认为买的越少，这个人活得越健康，而且越道德。 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是这样的讲法，包括在美国都很流行。那这些讲法都在鼓吹大家要压抑这种消费的动力。那这个东西，呃，OK，我们刚才说到，的确经济呢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大家生活满足了、幸福了，是不一定要追求 GDP 增长的。但是如果说真的中国有一天大家也都觉得啊，这样生活就很好了，就不想买东西了，真的觉得买东西没必要，那这个东西。 经济学上面会怎么来判断这种情况呢？呃，原来有一个叫罗马俱乐部哈、啊，就像一个智库一样。嗯、是。呃，他们出了很多书啊，其中有一本呢就是，呃，增长增长的极限、嗯、是。啊、嗯，当时他们就觉得啊，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啊，一天就三顿饭是吧？你就要穿那么多衣服，嗯，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少套房子是吧？但是每时每刻。 你只能用其中的一套，只能睡一张床所，所以到最后的话，这、那个增长我们看不出来，到底会来自于哪里啊？因为衣服也够了，房子也够了，吃的也够了，那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增长呢？但到目前为止，呃，这个预言都不对，呃，当时的这个预言是不对的、嗯、呃，我觉得他们可能忽视掉了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就人的那个消费和欲望的追求的内容啊。 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嗯，嗯，呃，所以像那个他们罗马俱乐部写那个书的时候，没有迪士尼世界的啊，呃、那个虚拟的那个坐过山车的，嗯，啊、呃，还有那么多的一个虚拟的人造的那、這个那、這个世界啊，经历啊等等，嗯、这些让我看到就是确确实实。 你只要有不断的有新的创新的出现，嗯，让我们像现在，我们都花那么多时间用微信啊啊上网啊，然后啊还有网上的那么多的游戏机啊等等啊，这些都是这个游戏花的时间那么多，大家花愿意花的钱啊也很多，呃，你说这些有是不是人必须要的？不是的，啊，没有这些是活不下去的，但是呢。 这些东西带来了以后，给所有的人，给人类社会是带来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呢？嗯、我是觉得正面的影响是唱主角。就是陈老师，因为这个人的一辈子、嗯、尽管活的也是九十年或者是一百二十年，嗯、但是我这一百二十年里面经历过的这个感受，不管是物质上的感受还是。 我就喜欢那个游戏啊，哈、嗯这个，这个这个就就是给我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体验了没有，这,老师这个还是蛮有价值的、嗯。你你你,你所说的是不是经济学里面的温柔问，是说供给、嗯、契机创造需求嘛？当你的欲望啊，你以为啊，我赚十块钱有十块钱的欲望，当你赚到二十块，口袋有二十块。 对不起，你的欲望不会停在十块钱里、那个嗯。对，啊、这个我最有体会了啊！对，嗯、但是这个，但这个是我觉得其实还牵涉另一个问题，<吗>就是整个产业创新会带来你的欲望，你要消费的目标也在转移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刚才我说的潮流教主，他今天也许活的是家徒四壁，只剩下七件衬衫，但是我注意到他桌面上有一个苹果电脑。 那个电脑或者他的 iPad 或者他手机里面可能下载了巨量的 APP，<对>每一个都要花钱。然后他也许不买衣服了，但他游戏里面的角色，他常常每个每个星期花几百块美金在帮他换衣服。哎。 而且咱们他对对对可能消费的，而对啊，而且你讲这个供给侧的，就是最有名的乔布斯。嗯、乔布斯受这个日本禅宗的影响，嗯、也是家徒四壁啊。嗯、你看他家里就是一个地板，嗯、盘腿坐那儿。嗯、但是呢，呵呵呵他搞出这么一个 iPhone，这个他创造了多少人的这个需要，多少这个产值。而且别忘了 Steve Jobs 那个，他坐在在家家徒四壁啊，他那个房子是弄了多少亿，让他变成最。 高科技的房子，就像香港那个李嘉诚儿子<对>李泽楷，对吧？在海边的别墅，嗯、他说什么？那是我是用最简约的风格来规划，是、嗯、可是那那个好像光是规划那个线路，什么你这样，他所有电动电器全部自自动弄起来，什么花了十二个亿。 他用最贵的来做最简单的事情，哎、而且<对>而且家徒四壁是很贵的，嗯啊、对不对、啊？对，你知道在建筑跟设计里面，你比如说你要做，很多人崇拜日本那个安藤忠雄，嗯、那种清水墙、清水混凝土墙，那个造价非常非常贵，就是、因为那个工太难做。所有建筑跟设计上面，你看的越越简单的东西越贵，嗯，对。但是、呃、陈教授，您跟这个中国的年轻人经常有接触哈？ 你看，现在不是流行讲什么佛系嘛？似乎感觉呢有这么一些小清新。哎、呃，似乎他们现在喜欢一些个呃无可无不可，哎、呃，什么事儿都不要太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呃，您对此有感受吗？呃，应该说现在这个大家的追求是越来越多元化了。嗯，你像我们那些六零后，可能更单调的，大家都是想到。 中国向何处走？ 哎，对对对，这、那个以后中国怎么办？所以我，我这个是我们六零后、<laughs> 五零后的那些人每天在想的。我是想要走出这个境界也蛮难的。<laughs> 就对，就当年那个最著名的，就是中国这个第一代企业家，就是改革开放那第一代企业家。后来有一个人听说坐了牢的，他最著名的段子就是自己坐着这个投机倒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办公室背后放着一个中国地图，一个世界地图。然后每到周末，带着几个公司的同事到一个小黑屋里，点着这个篝火，披着军。 大衣，<laughs> 世界形势，世界革命，非洲人民，咱们怎么办？哎，你看，那是第一代企业家身上，他他带有这种这这这这种东西。但是八零后，尤其是九零后，不想这些问题，但是他们追求的个人的那个人生啊，哈，多元化了很多，有的是在我们看来啊那么消沉的。 另外一些的话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啊，中国向何处走？每天那个一吃饭一聊天就谈那个中国的那个大话题，高大上，没错。但是这个里边我们必须要接受一点，就是越来越多的九零后甚至零零后啊等等啊，这个，哎，他们这个追求的价值真的是多元化了。那么这是一个好现象，反映这个社会啊不再像原来啊那么水深火热，那么。 总是处于苦难之中，因为只有在物质和其他的这些问题啊，基本上解决的差不多的时候，那个多元化、个性化的那个追求啊，才有那些物质基础。